女人要知道自己想要咩，咁样先至可以做到 better me。我好中意唱歌，好中意做戏。我知道自己想要咩，咁咪努力去做咯。不过以前做嘢真系好薄，搞到冇咩时间去打理自己嘅身形，连自己本来最有自信嘅双脚线条都变到冇咁靓。所以我就揾咗 Elis 帮我手 ，Elis 专攻大腿位置，令到双脚嘅线条出翻嚟，唔使担心再俾啲脂肪啊咁影响。我的 body shape 靓咗，咁我咪放心尽情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咯。以后出镜都唔使担心身形唔靓。当一个人里里外外都有自信，你嘅人生就会 better and better， better shape， better 何超然。对于我嚟讲，就系 shape 出最好嘅自己。